周扬青4月23日早上9点在微博 po 文，认了和罗志祥9年情变。想象多人混战全程约 P 的主因，让全亚洲都炸锅了。相干的不相干的全都出现了。退役 AV 女优明日花绮罗率先蹭一波热度，先抛出合作照片，再来八字澄清，只是工作上的联络，还不忘最热门的 hashtag。前女友 Makio 也发声，顺便酸个两句，真的是浪费人家的青春，她都几岁了还不结婚。正巧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，眼明手快的书籍网站小编也火热推出，你曾与多少渣男互道晚安，网友们更是就地吃瓜，金句齐发。有些人表面是个演员，没想到背地里是个运动员。罗志祥到底是公众人物还是公用人物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手机。声明：本人黑眼圈完全是熬夜玩手机熬出来的，请大家放心交友。周扬青手机还在用 iPhone 7，而罗志祥在酒店 7P。罗志祥的时间管理，周扬青的文案写作。